周诗涵姐姐。化妆换脸
回来开机吧，但是我很开心，我可以在这个特别专业的这个舞台上面去打比赛，好开心啊！而且我今天是 MVP 耶，我今天就是有听闻，就是他们现场的工作人员跟我说，就是我们在比赛的时候，下面有那个职业的选手嘛，就说哎，这个李元芳真的有操作的，打的是不错。我好开心哦！但是今天呢，确实这个就是游戏的过程侮辱性极强，他们说的。确实，因为大家听不到我们说话嘛，然后有很几把我们都没有推上去。甚至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也说别推，别推，别推，别推。我说把那个暴君，不是那个啊，最后那个我还最后说把那个风暴龙王给打了，再推。然后他们都不打了，不打了，推推推推推，射手点塔点塔。其实我上去以后我没有再点塔，我还在想要打旁边的那个人。有意思，可能我们看了一下时间，已经20分钟了，差不多了。贾玲回去就给我们拉了一个群，就是今天的我们的所有的参赛的选手，然后呢他在群里面拉了那个腾哥，拉了腾哥，让腾哥给他报仇，说他们欺负我，然后我们准备有时间的时候再跟他们组局。好有意思啊。还有一点我都忘记说了，因为打游戏的事情太兴奋了。然后我们今天在舞台上跳舞，我居然没有忘记。我希望经过我的不懈的努力，然后可以再一次的登上职业的舞台，然后就是和这样说可能不太好吧，但是我真的希望是可以打一场就是比较就是再更专业一点的比赛。下一个赛场见喽，拜拜。